你怎么身子刚好就出来了？小心着了风寒。我卷好了，在家窝了这么多天，也该出来活动活动了。我新摘的梅花好看吗？段将军是特别喜欢梅花吗？也不是，我是个习武之人，不懂那么多花花草草。他们不是说屋子里放些花草有生气吗？我这不就……来日绮窗前，寒梅着花未？我无需出门，每天也有段姑娘给我送花，开心还来不及。公子喜欢就好。爱奇艺 Chiplex 里榜我的地档的宅。